这个八号一直追着我，感觉有问题。我贴一下，他的房子。我贴。贴什么贴啊？你在执法面前贴啊？先守着八号，不要拉铃，以免等会儿被怀疑刀胆小了。一号看见了，倒地了八号，证明我这边不是刀胆小了。八号说他是坏蛋，然后让我给他刀了，我这边只有一刀。防止有暗算，先报当雇佣。这八号应该不是胆小蛋，下马五六跟我咽那个气。一号看见我拉起的这个八号，肯定不担心。没有看见，我什么时候看见了？我都没有吃大糖。这一号绝对中立记一下呢，没有吃大糖，幸好没有被跳出去。十号真心想去验一号，我跟在后面。十号突然不见了，这一号肯定是麻袋或者心机。正义出刀，好了，我的真心没了。这边一号心机啊，这个二号是孤勇，你二号是孤勇还是执法呀？上马，你不是说你到了这个八号还有什么？我都没听清，等你再说吧。有点怀疑这个五号中也迹象，看见这个二号刀这个一号，当时他是这个九号，他站在就是站在他那个就是十号心机刀的，他站在这个十号尸体上面。然后当时我没有看见这个十号的，因为他有个背饰。然后他这个九号他走到那个月理室那边，然后我就说这个九号有问题，然后他就在那个月理室那边卡视野看我们。六号怀疑九号是狼，幸好没暗算，不然我早都没了。五号，我建议你去玩新手局，真的。那他应该是暗算，所以只能这样说。我能笑死！我为什么说这个一号是心机？这个十号带着我去验的，然后他验了个四号是好蛋，然后跟着一号，然后十号被一号刀了，我就把一号给刀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懂了吗？我再报明确一点，你再暗算行了吗？一号是心机，八号是个质检，然后这边十号是个真心。四号是个好蛋的情况下，我这边已经知道三张好蛋的情况下，你这边五六如果这张十能保的话，那这张三七里面出一狼一中立的可能性。那九号呢？那你先出九吧，等会儿再看嘛。这个五号你不能，你不能，你别把话说这么明白行吗？五号，如果你说的特明白了，下一个刀的可能就是你了。随便吧，你刀我就刀我，你刀我就死了，我跟你讲。那你这样讲的跟坏蛋有什么区别啊？凭什么 MVP 不是我？小手提示，在假网站假链接登录账号送绝版皮肤，都是骗子活大号者，宝宝们一定要小心啊。